一个双杀保利高工来结束这局，甲中正高工的比赛。虽然分数暂时对人袂对，但是正有运动家的精神，继续来拼冠军。李中正高工趁着这个优势，甲分数来扭开，双方是拍了正精彩。最后是由中正高工来提下高中女子组的冠军，和刘妈妈上来进行颁奖典礼，肯定选手一几啊天的努力。这一次表现怎么样？算还好。怎么说？没有到很完美。觉得自己有哪些部分要加强吗？好球率吧。二零一二理事长杯全国女球比赛，这几天分别在草屯、埔里等所在来进行比赛，有公开男子组、国中以及高中女子组，拢总是在四队来进行。对于选手来讲，是累积家己比赛经验正好的机会。以一二年级来讲啊，作为经验，那明年的话一样啊，也是辛苦的一年。那这次比赛也是让小孩子知道说我们下一次要如何再成长，就是在提膝后进往下扎根最重要的是将国中的选手好好的栽培，高中青年组的好好栽培，到大学上他们有更好的发挥目前我们已经选拔出来世界杯的国手。南大馆一直正积极来推动垒球运动，透过全国性的比赛，培训优秀的选手来提升运动的风气，也将预计在2016来举办世界杯国际女子垒球比赛，到时阵民众将有机会来看到高水准的比赛。记者林明星采访报道。